咱们就通过战争就要求是统一都跳上去了，对不对？共同的对吧？比如说咱这一大手啊，对的，咱这一压什么呢？这是向前走，对不对？这是向前走。好，再走就是我现在做做核的力量，跳上去，对不对？我就一下就说这个手指啊，八下手就凉了，对不对？你看没有？力量凉了，力量是这个区别啊。所以说这个站桩是我们拳术摸索这个混元力的最直接的训练方法啊。如果说这个我们全身摸这个劲儿啊，摸这个混元力，如果说没有这么多力量的组成，今后直接造成你在实践之中你力量的单一和直接局部出现，就一下就合作一起一下子，对呀、啊、对，就是要求这样。我们为什么训练的时候向前几何下按让你揉进去了，向前为主，几何下按为辅。你看这力量不一大吗？就是这样，这样啊，就向前我一压你，一压一合，不是一发力，他拿着上要出去了就叫。所以为什么你出的远，为什么合的并不算太大呀？只要够用够进去就可以了，明白这意思吧？看这个地方，昨天的时间给我用力整，出去挺舒服的。啊，这就是咱们通过站桩啊，这种内在的意念活动。啊，使我们这个身体呀、神经系统、肌肉系统，包括我们肢体，在里边强烈的刺激它，再通过一个专项的发力训练，啊，把这种站桩所获得的力量在实践里去。如果说我们在站桩里边没有这种意念的去这种规范系统的训练，我们不会出来站桩。是不是我要回去以后要锻炼的话，是先单个练呗？先练前后，现在像烧熟了就可以做开合了，觉得前后练的还可以，觉得感觉挺好，然后我向前推，哎，感觉哎，朦朦胧胧，阻力挺好，对不对？阻力也挺大，周身感觉都不错了，我们就可以配合练开合了。但是把我们这个前后啊，前后的练习呢，假比如说吧，我练前后一边二分钟啊，就左脚二分钟，右脚二十分钟，但是呢就是说我通过练半个月啊，三个星期左右觉得不错了啊，感觉身体一响，这种意念感觉和这种意念和身体这种啊运动的感觉啊，就全身整体呢觉得就是说都朦胧胧的组织之后，我们可以向前开合外分回拉上体，几何向前和下压，以合为主，向前下压为主啊。这个呢就是说我们练一练啊，不是说代表我们把前面的这个前后的这个啊，我站半一边半个小时，我前面加十分钟的前后练习，复习前面的十分钟的前后练习，然后随即我们再做分、几何、二分钟，啊，就用一小部分时间加上前面复习前面再复习前面，啊，等到我们练了上下的练习之后呢，我们把它开合呢，就是说把这个混元前后的那个摸劲减到五分钟，这个后面的开合也做五分到十分钟之间。下边抽出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就上台了，这样呢就是把三个月两个月的时间啊，大约呢两个月的时间把它做一遍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做打断顺序了。做打断顺序呢，把前三个都取掉啊，就是我们一到打断呢，就是说为什么打断？因为我们在实践之中啊，对有或者三千变化、千变万化，它没有一定的前后开合上下没有固定的。也许就是说，你看，我当时，也许我就下压了，但也许我就啪一下扔就向前了，这都很有可能，对不对？也许说在这里一紧，对不对？这儿一旋，你这儿就变了，从这儿就抽筋了，是不是？啪一旋就回去了。啊，所以说这里边就要求这种力量的变化，我们首先这个基本功是中宫的力量变化开始，如果我们站桩。没有力量变化，我们手推手去转，就会形成一个没有根基的